这九域却怎么会在我的气海里？虚伪的人类，看我如何破掉你的气海，然后占据这具身体。柳玉那些王八羔子，竟会使绊子！我们现在连建造聚灵阵最基本的人手都不够了，不就缺个灵阵师吗？我来顶上。只要建造成功，我们沐浴的实力很快就会赶上柳玉。不好，快控制住力道！想不到会功亏一篑。